光明大品牌哦，这是他们家的优倍鲜牛奶。鲜牛奶的意思就是最新鲜生产出来的，没有任何的防腐，保质期非常短。这一款的保质期只有15天，而且需要冷藏保存哦。配料表只有生牛乳，任何添加都没有，而且这个是进口双膜低温过滤，更多活性营养 ，GAP 一级认证牧场，优于欧盟标准的生牛乳，就是超级新鲜那种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小区里面经常有那个订鲜牛奶的，就是当天送到家当天喝，这个就和那种是一样的哦，鲜牛奶。拍价的话，他们日常旗舰店是78.8块，五瓶小的是280毫升，另外再加两瓶大的435毫升的，现在只要59.9块，也是7瓶哦，两瓶大的，五瓶小的。哇，鲜牛奶，它这个每100毫升都有3.6克的蛋白质，一瓶是280毫升，特别特别浓郁，奶味超足。看这个挂壁，而且这个每升还含有200毫克的免疫球蛋白哦。给学生当个学生牛奶都超级超级棒，鲜牛奶。